你要上去拍照喽，加油！他们怎么也是有种女鬼的感觉？你觉得？头发要不要放一边过去，不然会背后，对对对，不然会太重。对对对，你看他嘴巴啦，好敢摆哦！不要骚扰他工作好不好？你看他很讨喜啊！你们这些女明星真的是……维琳，你如果把食指弄在嘴唇间会怎么样？好敢！你把食指插进耳朵里，太敢了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那个食指要点进去一点。你看他啦，你这女明星好讨厌啊！我觉得有了，有了，可以可以，放松一点。哦，对对对，好 ，OK， 不错啊！大家都好厉害。拍照他眼睛就会蒙掉，对，他是怎么蒙的？他们就是把照相机当成了情人。马 Q 现在是不是很害怕？超害怕的。对，加油，上场。马 Q 日系那种，你知道，假装好像你不是故意要这样，可是却不承认。这，哇，好惊哦！马妈妈最近有去哪里玩啊？像酒店的海报哦。西蒂，你给的是什么指示？我听不懂哎。就是不是故意要性感，可是却这么性感。我怎么会这样呢？是不是？对对对对，这不是。哎，这张还蛮可爱的。对对对，微侧一点，微侧一点。对对，再侧一点点。对对。可是这如果去银座，就人家贴在酒店门口的啊。马克可以是生动的吗？跟摄影师互动的那种。你有办法像刚刚那个詹乃真指着远方吗？说我们去阿里山玩那种。哎，是要革命吗？你的心情是说，抽大瓶威士忌，等一下就可以喝。你最有耐心情的，酒杯酒杯，等一下就可以喝它了。啊，就是那种已经喝到有一点微醺，然后是头发就是，你知道，好像头有点晕的那种。好，对，随性随性。晕了晕了。哎呀，不要腰痛，就是真的。刚刚那个比较好哎，直的。一开始的那种。对对对，头发有点在脸上很好啊，可是腰不用摆那么红。马克就只是随便，你知道这种就是一个凹就好。哦，这个好。可以可以。这个好。这个系列我是比较妈最近肾的那个肾站着的系列还不错，嗯，可是对他好像不笑比较好看，可以了，刚刚那个不错，上面第二张没有其他几位 model 厉害耶。拍照的时候你会害羞是不是？不会害羞，所以你要酝酿很久很久才会放松。对，其实天人歌手已经合作很久了，但是我还是会害怕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觉得台上吧，台对，因为在这里，所以平常在摄影棚是 OK 的，是吗 ？OK 啊，你指着远方那实在，人家看到飞碟是不是？很难摆那个 pose。哎，我们请李玉芬上台。他应该是最像洋娃娃的那个路线的。哦，刚刚这张不错。哦，这张好哎，这张厉害哦。所以你们女生全部都要把头发乱搞一起，就是一定要乱才有感觉。你看他很厉害，他是啊，他拍出感觉了。有完没完啊？哎，你好容易，你好容易哦。对，你也不怕尴尬哎，就慢慢练习吧。好，所以 S， 我们来问十位摄影师的问题就是呢，
刚刚坐在这边一整集，跟到了照相机前面去，差别最大是谁？好不好？所以不见得是好不好，就是差别大。就是差别最大，大家差别其实都蛮大的。